子弹，我操，还飞了点呢。来来锤，你他妈给我打！很惨很惨，下面楼梯楼梯，下来打，快快快！哎，喷了一下，最后一个了，走走走。妈，这给我一枪头。后面的围墙。一楼还是什么？外面围墙。闪到。控制了应该。丢个闪，哎。妈，真是个傻逼！全鸡巴打我脚上，操！没人看我。他妈的！我操！被原点撅了。完了。倒了一个，头上还有一个。真傻逼！丢火。哎，我操！这火怎么烧到我了？涛哥还能救？还一个在对面，还一个在脚，顶得我很难受。真是有烟酒。中间在楼梯打的，不好拉吧？这逼心态应该崩了。是的，海边双防有。啊！这样子甩是吧？走，出发，涛哥。就在厕所里。别进去！别进去！别进去！没进去，没进去。小心山上！刚刚好啊，这个地方。对，他的位置刚好，三楼一会儿要跳出来的，要么就二楼翻了。没事，死战。一楼，一楼要去外面。这边还死完了，死完还有四标，四标至少三个。我操，好爽！太爽了！看得我他妈心动了，我操！二打三，头哥。我前面双防，马路上马路上，打头了，哎呦，没打中他，在马路那个树，好像还能救。他应该下面那个树，狙他狙他，应该一枪假他就死了，直接拉右边拉右边。他那位置很垃圾。